好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收看星图台湾木子邀请。安安，安安，你刚刚讲话吗？有，我刚，我只有听到说欢迎来到台湾什么星图邀请，然后就没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刚刚全部讲完。好，我重新讲一次。大家晚安，欢迎收看星图台湾木子邀请赛友群主播阿吉。谢谢赵炳辉。真的、啊？我刚刚真的后面的字都没听到哎、欸。你是不是？现在有点失聪啊，年纪有问题，不然你问观众到底有没有听到？到底是你的麦的问题，还是怎么可能？是我的，我都对着我麦对的很准哦。不然等一下看那个啊，看观众说有没有听到嘛。如果没听到，就是你的问题。好，如果有听到，就是我问题。好，因为我刚才没听到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是吧？那我们现在是进行到了第四场哦，是一个 PVP 的内战哦，是由唐老鸭要对上 Beast Talk。我刚刚在想我要订什么、欸、你不要订呱呱吗？我最近真的订了太多素食了，没啥、啊、人家就喜欢看你圆圆的、啊、这礼拜真的吃太多素食，可是又不知道为什么情不自禁的很想吃，好烦。可以啊，人家就想要看圆圆的圆、啊、圆肥肥的阿吉最可爱了。其实圆圆肥肥也没有，可是奶力法力最强大的时候是吗？是吧、欸、我以前瘦的时候好像还不奶哦，是吧？哎呦，这样是有关系的，法力无边。我们来看一下、哦，地图左下方是蓝色的，是回头位置，唐老鸭。在地图右上方呢是粉红色的，深度选手 Beast Talk。话说你有玩过那个吗？那个叫什么？还愿吗？哦，我没有玩哎，但你有看过人家玩对不对？有，我看过人家玩。哦，感觉那很适合你。哦嘛。你玩的时候，大家一定会一直洗、啊，洗什么？不要听手中什么什么极孤观音的啊！哦搞不好那是对你的另一种灵修哎、欸，是我的关系哦，我偶尔会断，抱歉啊，就有时候有没有就不是问题哈？啊，上了年纪，我很辛苦的想要读你的主，我都把你的那个视讯打开，然后看你的、啊。你懂了，上了年纪断断续续，第一大家很正常哦，大家不要想太多。好，我们看下这双方有什么不一样打法、哦。目前双方都是 RPG 哦。说到这个，我不是有去教课吗？嗯。教到后来，神族玩家全部都变成光炮的形状了。为什么？我明明就没有教光炮，他们最后都打了打，变去野人家光炮。一定是有一个光炮仔教他们打光炮。无言。我这没有说过吗？是扮演。你看这两个怎样？这两个这个水晶塔位置也太近了吧我之前有一次考试很好笑，我之前有一次考你只要打得赢正常电脑我就让你过，第一次期中考你只要打得赢正常电脑我就给你吧。对啊，每个光炮的，然后我没有教光炮，我就教正常的 PVP 就是 4BG， 然后 TVT 就是真善美，然后力就是毒爆狗或者是障碍一波，这样就考试当天，然后那个他就给我跑去电脑那边给他盖光炮啊，你知道电脑没说不能盖光炮啊，我刚说我要考我教的流程，就第一个神族玩家上去就直接给我跑去电脑面前盖光炮，你知道在电脑面前盖神族他是不会打的你知道吗？对就给我野光炮。所以你有特别说明说一定要用你教的流程的？有啊，我有说啊。对啊，哎呀，我变光炮的形状，然后还跟我说，哎、欸，还跟我说，光炮好好玩哦，妈的，没有错啊，我一开始玩这个我也是用光炮，不然你要怎么结成就一打四电脑？你有办法吗？啊？你有办法一打四电脑吗？啊，不就靠光炮？我可以一打四电脑啊，一打四电脑、欸、极难欸，最难的、欸，猥琐啊，人类就龟啊，死龟猛龟啊，然后可是不能要用 FFA 啦，不能用同。哦，这边双方两个水晶塔的争夺，这个条码人是那个老鸭，对，来这边传了三追哦，那这边
你都有发现对方追数量大一定他直接 recall 回去哦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先知进去啦，不过里面有一个电池，漂亮，这电池要插很久、哦。欸、有算过吗？就是电池耗光了，先知魔魂耗光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好，但是差有点多，两只，哎、欸，三只，好，可以。可惜我真的看不到那个死亡单工兵。我觉得带走了。啊？我觉得那个红色会死。不是红色会死，那个右上角会死。右上角是红色吗？哦，是红色。对，好，这人进哦，前面刷兵。因为他有那个人距太强。对，毕竟有人机可以操作啦。这个，对，刚刚第一时间那个先生过去也没有烧的。那个加那个比索克这边是没有人机的。所以这个这边是不太打的，没什么好，就是拿工兵了，哇，直接直接秒杀，好漂亮，已经到了可以直接秒杀追猎的程度了，那基本上是好，继续，我天，我想一下发生什么事了，刚皮豆哥是外面的时候追猎被夹被杀了一些啊，其实没有杀到，没有杀到。他 recall 回去了，没有杀到的话，那就是先知没有出到第二只喽。先知出一只而已。他这样子的话，他这个打法要守，应该是两只先知进那个 Bertowitz 家，然后把工兵屠光，然后 Bertowitz 就没后续嘛。对。那这样他这边就算他有人机的优势，但是那个 Bito 可以拖到那个他的 VR 科技出来，或者他多一点追猎，让他没有办法那个上来。嗯。就刚刚是。那个本来我也在下面，光是用立场就吃了一些追猎，然后家里也没有被杀到多少龙，所以变成他守不住，吃两只而已吧。嗯，那那个光炮，那个电池，救命啊！光炮爽哦，光炮好好玩。后来那个你有把它当掉啊？我那个我后来没当，哦，我就跟他说，从现在开始好，你可以光。给你猜，你说第一个放光炮没当，后面放光炮全当着。我就是他们刚刚说第一个我给你重打，然后后面你只要放，我给你39分，因为60分是及格嘛，40分是可以补考，我给你39分。看吉老师好严格哦，我没有很严格啊，我那个学期才当七，还好了，才当七个的，对啊，全班30个，我当了七个而已。吉老师就有这个心态，所以才会动不动一堆人要重修。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你看他被上啊，你明年来教又遇到同样的人，他看到我靠，又是吉老师，而且我那七个是死档哦，就不给他补考、哦。对啊，他们明年再来上的时候，又是吉老师。我在想，我今年会不会刷新记录啊？我今年其中30个人嘛，我要他们交战报给我，就是他们去找近一个月的那个比赛 BO5 的，然后用你的视角写成战报给我。看，你不用写得很仔细，不用写，你就用你的看到的东西写给我。就我他们跟盯个月比赛，我就给他们那个啊，我就给他们那个 YT 啊，那个 StarCraft IT 啊，就有啦、啊。你就给我世界，你就给我 WCS 就行啦、啊。嗯，啊，然后就有几个很个、啊、很天兵啊，有几个很天兵的啊。他去找春季赛给我，我都无言。啊，近一个月就没打 WCS 啊，世界赛都已经超过一个月了。不是啊，我那个时候给的作业时间是刚打完 WCS 啊。哦哦哦，对啊。那時候然后三十个人嘛，三十个人最后交给我之后十四份吧。嗯。只给我14份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然后其中有一份很明，其中有一份他完全复制某一份同学的，只是他们。他们错开了缴交时间，嗯，然后我想说他们是当我木头，你知道吗？不会看是不是？那个有人说本来我这招天天都遇到，我跟你讲，他打 WCS 打 Hex 五场放了五场这招吧，还四场，然后打到一个 Hex 他也输了，最后是2-3，而且最后一场还差点赢，没错，最后一场算是大优被逆转。那一场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焦土战，
你可以看那个 Bloodwish 打那个黑石的 WCS， 在去年的最后一次的那个吧。嗯，那一场我都觉得 Bloodwish 要赢了，没错，他最后一把也是有死，后来真的是被罚。但是因为他没有发现黑石的偷矿，哦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可惜可惜。对 ，Bloodwish 在那个今年今年没过嘛，我觉得他今年的 WCS 表现真的是蛮好，他是在打东南亚赛区的。然后拿了两次冠军，而且我都有看他两次冠军，那四强的比赛都打得蛮好的。重点是他是台湾人身份、欸、你不觉得很不错吗？那感觉蛮好的，很棒。对啊，你去那边很少两次东南亚、欸，嚣张的很。真的，我是觉得当下看到是蛮欣慰的，而且他真的表现蛮好的。是。然后在那个他代表台湾去打那个美洲区的那个现场的时候，也是表现不差。虽然说没有到什么八强啊，然后四强这样是没有到这边，但我看到那几场是还不错，哦，就打双方这个完美镜像，你知道吗？很可爱，他们是也在相对的位置上，哎、欸，我的天！哦，可是我觉得哪里可以报名？必须是国中生的样子吧？啊？一定要国中生来报名吗？我叫的是高中生，我叫一定要高中生来报名吗？对吧？哦，哎、欸。这次不朽很赚，你这次又杀狮子追猎，我的天！哎、欸，阿吉，你们那个班，我可以去报名吗？不要啦，你都老啊，还报？不老啊，我也是有一颗上进的心，好吗？你上次可以跟你已经是大他们一轮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可以跟高中生一起上课啊？没有，你大他们一轮，没办法，他们那是专职的电竞班，就是除了星海，还有 PUBG 跟那个传说对决跟。对啊，我觉得我都蛮有天分的，可以一起跟他一起上课吗？你都会健忘了，我现在教完一个流程，你马上三秒后就忘记，教个撩。哎、欸，这边哎、欸，这个反压哎、欸，刚刚那个不朽太赚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抓到那个不朽就把萨斯这列超扯。哎、欸，干嘛？这飘过去啥意思？哎、欸，这在干嘛？就是太自信了点。我的天！游戏要掉。哦，后续是不朽来了啊！人家站走就好了。对。对啊，老亚这个是不是要输了、啊？没有，我还没有那么快。还没有。哎、欸，好，这应该是还可以撑一下。这不朽打追真的很痛。嗯，真的很硬。一只追猎，一只不朽者打追猎的那个伤害，你可以想象成有四只追猎射。对，如果是打重甲，大概就四只追猎同时射你感觉。这双方有人气，就是可以这样一直上上下下。哇！可是这边正面的兵一两只追猎，但是这边好像。藉由操作慢慢打回来了，我的天，太嚣张了吧！哇，哎、欸，这操作硬核哎、欸，打回来嘞、欸！哇，刚比透是不是？我的天，有点惨了、啊，怎么这样？怎么突然打回来了？哎、欸，他刚刚输人家三，把人家两只这列打赢哎、欸，这是有什么误会？哎、欸，话说今年的 WCS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应该快了吧？一二月吧，差不多。哎、欸，你知道这一次那个有《魔兽争霸三》的比赛、欸，好像20号到24号报名哎、欸，亚运哦。WCS 吗？不是亚运啊。亚运，你们说已经可以报了、啊？对啊，可以报啊。那我是应该、哦、直接挤出去直接 recall。那我们台湾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报名耶，王俊不知道会去报名。可我看他在打那个《世纪帝国》，他打《世纪帝国》，对啊，他《世纪帝国》欸，他《世纪帝国》实力我觉得不亚于他的《魔兽世界》《魔兽争霸》。那他玩很久啊，他玩两年啊，他这两年都在玩那个跟德布，你知道吗？玩什么？
他这两年都在打德扑跟打司机啊。哦，对啊，他一直在练。可惜没有，可惜亚洲这边司机的比赛比较少。哦，这个 VR 被打掉了。不过这边，这边那个老鸭的正面部，而且这边还先点了二矿哦，压力都丢给 Bistoke 这边。这人技能飞来飞去。老鸭应该是要再推一波。上次有一次去那个台南，忘记干嘛了啊？想起来了，我去帮那个小 B 加油，嗯，欧的比赛，嗯，然后回程的时候想说，是不是应该要去哪个地方？因为我们一早就到高雄，然后就直接回台北，跟他北七一样。对，所以想说那就去台南找一下那个有没有台南认识，就找火星塞啊，然后那个，然后那一次那个老鸭也有出完，我一起吃宵夜，还去按摩了一下，拍个图，做按摩，黑的、哦。什么黑的、哦？我黑的，正常的啦，你才会去黑的好吗？哦、没有没有，我也只去正常。哇，这波兵力输很多，这边直接先、啊、先打这个。哎、欸，我刚有要把那个人机打掉，他出那么多凤凰，你知道他出凤凰干嘛吗？他打人镜啊。他出凤凰他打那个地光球。啊，地光球，真的啦。我知道，没有出什么、啊。难道你觉得他抬不球的吗？啊，这速度流太多了。啊，我们没丢，完全没有地面了。蹦蹦，好，这边 Bistoke 打出啾啾，恭喜唐老鸭二比零击败了 Bistoke。他们两个明明分数应该、哦、没有 ，Bistoke 他可能没那么高分。对，啊，老鸭六千二是吧？刚那一场双方很好笑的镜像哦，他们是也在相对位置上的 VR。他们都盖在很近的位置啊！你不知道是他神打神科技野外面正常开吗？我知道，就探险、啊。他就他是要放大招啊？对，为什么 VR 放家里好可怕哦？就互相探险嘛，就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找到就是我赢了，哎、欸，没找到算了啦。阿吉没有玩《世纪帝国》，他好像原本有想要玩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来玩啊？不是我最近沉迷手游，没办法玩。你哪个时期没有沉迷手游了？我没有，从我认识你，你就在玩手游。但是我有玩，是在三皇处就在玩手游嘛，是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会想玩，可是我有更多的，因为你知道过这个月份以后就有争霸三啊，啊、哦，所以你要玩魔兽争霸三是吧？我会玩魔兽争霸三、啊。你没有那个吗？你没有那个？你没有 OB 那个 CB 可以玩吗？有啊，我已经上次又玩几场过了、啊。哦，就玩几场是吧？我打一天吧，我打那个可能打了五十场哦。哦，你我打跟你差不多。哦。可是目前因为没有天梯啊，所以对手实力参差不齐，就玩不下去了。一下很强，一下很弱。我遇到很强吗？我有遇到很强啊，我遇到很强被屌打、啊，几乎都是那个菜。你说什么？遇到很强你屌打？没有遇到很强我被屌打，可是他就是有些会遇到很弱，或者遇到可能被杀一次英雄要跳了。对啊对啊，目前很就是那个实力参差不齐，我就不是很想打，想等那个正式版的时候我天梯就会打。对啊，他正式版应该是一月多啦，完全没有一个目标。你打完以后也没有觉得自己成长了，对方太烂，或是打完以后被虐，对方太强，就没有那个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天。等一月了，我看那时间差不多一月出来，那时候可能就要练一下。我用老鸭说，剩下打 Bistoke 还没输过十比零的，哎呦，太嚣张了，太嚣张了。所以那个 Bistoke 算是破产版的老鸭吗？破产版比较蛮、哎，我觉得算是风格蛮。类似的、啊，所以老鸭是富人版的，因为老原版原版比较好，老鸭操作是真的蛮好的。哦，干嘛这样？好，那我们就恭喜唐老鸭不落位置二比零击败 Bistoke。那我们等一下还有两场的胜者组的比赛、哦。那第一场胜者组是由 Hayes 要对上 Nice， 第二场则是由 Yuga 要对上不落位置。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吧，精彩比赛不落位置马上回来。